没事儿，我买了一些东西回来，顺便过来看看你。哼哼，什么时候对我这么好了？还不是担心你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之前失踪的吸血鬼找到了一个，真的？在哪儿？吓坏了吧？尸体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。啊！所以啊，我还让你千万要注意安全，不要一个人出门，记住了吗？ 肯定是变态干的吧？真不敢相信。诗雅呢？诗雅没跟你一起来吗？诗雅她有事，来不了了。什么事啊？ 我想，应该是在工作吧。我刚给他打电话，他也没有接，所以先让他忙吧。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了。真的吗？我想，应该是在努力工作吧。也是，我们家诗雅越来越爱挣钱了，真是越来越可爱了。他在你眼里，做什么事都可爱啊。任何时候。 都很可爱，明明花了大价钱包了场，还布置得这么漂亮，还买了礼物，感觉诗雅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之后，我们见面就越来越少了。今天可是我的生日啊！我记得今天不是你生日啊，你当初告诉我。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生日，所以孤儿院给你定了个日子。可是，还有段时间吧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天出生的。在孤儿院的时候，他们给我定的那个日期，结果就成了我的生日。但在我心里，遇见诗雅的那天，是我新生的日子，所以我就自顾自地把它当成了我的生日。原来是这样。嗯。 但我也没过几次生日。不过既然花钱布置了，诗雅又没来，给你看好了，免得浪费了。好看吧？ 虽然种族不同，但你总是理解我、支持我，帮我做很多事情。你让我觉得，人类里面也有很好的人。因为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无论怎么样，今天生日总得过吧？
要不然，我给你唱个生日歌吧。别了吧，你现在一唱歌，我就觉得自己在工作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Happy birthday to 辛巴。估计又是那种要钱的人。你看看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？他是我儿子，放学回家的路上就失踪了，他就是在这一带失踪的。居然是个吸血鬼！我儿子才8岁，这么多天也不知道有没有好好吃饭，你帮我找找，帮我看看。不好意思，我没见过。真的吗？他很可爱的。走失那天下大雨，他穿了双黄色的雨靴。求你帮我看看吧。真没见过。把自己照顾好。祝你好运。等等，你知道那是谁吗？刚刚那个女人的儿子。